现在温度是42度哎。它叫粉鸟林，会不会这里是粉红色？它是台湾海岸线最美的风景之一哟，很漂亮的地方。口感很特别，素心花蜜香红茶，煮茶味，最好吃。经过东山，我们来吃虾饼，填补了。户外之旅啦，我们来骑个自行车，今天最后一天。还有风筝嘉年华，这个鸡肉串好吃，这个图案也一样吗？那边超漂亮的，晒黑了，风越来越大，好赞哦！连两天逛罗东夜市，那是香菜，下面是九层塔，应该都是用油豆腐包起来的，很下酒菜。第一次看到四只这么多的，再来吃阿少伯，觉得他们吃相很怪。大风说回家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到我 Main Life。现在呢，我们刚玩完飘飘河，那没有看影片的看这一部哦。现在呢，准备出发粉鸟林渔港，因为等一下要经过，听说很漂亮。现在温度是42度哎。满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粉鸟林，正中午套中岛，我们去找最热门的景点。它叫粉鸟林，会不会这里是粉红色的？他们在大船进港，这也是冬奥云村跟粉鸟林渔港，它全长有2公里耶。它因为有优美的海湾弧度跟蔚蓝壮阔的海洋，还有月湾形的沙滩，造型成趣的黑色礁岩，还有美丽的蓝天，它是台湾海岸线最美的风景之一哟。好像模型的。小船进港，很漂亮哎 ，BT。没有加香菜哦。好，没加香菜蘸。我今天第一次吃。嗯，我也没有吃过。你不是台湾人吗？对啊，我没有吃过。这颗是凤梨哦。你这一颗是凤梨。嗯，好吃，因为有花生的味道。有点冰。好冰哦。这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它配花生。脆脆的，然后又甜甜的。又冰冰的，就口感很特别，素心花蜜香红茶。因为他说是五层味道，对啊，走吃一个。你看哦，有茶味，很香哎。嗯，红茶香很重。对吧？
也渴了。嗯，这好吃。经过东山，我们来吃虾饼。没什么人。你觉得要辣吗？哇！买了什么回来？好吃的，甜不辣。哦，更炸好的。是什么口味的？胡椒蒜哦，鸡肉蒜还在冒烟，就是小型的鸡排的概念、啊、嗯，好赞耶。然后好香哦，虾饼结束。我看看虾饼，我虾饼是这样的。对啊，里面很多香哦。这个很好吃。好哦，这个超好吃。好脆哦，听到声音了。嗯，好喝、哦。甜不辣好好吃，我想先把甜不辣吃完。嗯，超脆。嗯，脆外脆内软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奇美境，凤尊空。我们来骑个自行车，这里人好多哦。好，谢谢。这样才对。好，谢谢。拜托。哎，好。十万当不海燕窝。下面有太阳。谢谢你。谢谢。三奇美境，哇！今天最后一天，真幸运。还有风筝嘉年华、稻浪音乐会、热气球嘉年华、彩绘稻田。嗨！我还想你帮我用我的手机帮我拍动态。开好开开喽，这个风筝。这个鸡肉串好吃。Vicky 已经离我而去了。有辛苦的稻农，才有美丽的景色。怎么，你要拍了？我要吃东西。你猜呀、啊，我的小虾饼呢？彩绘。对，要去上面看，你才看得到它是什么符号。我去上面看了。上去看一下彩绘是什么。啊！那等一下，小姨，图案，这是你一直涂，我就会。这个图案有一样吗？不要让我看，不要这里，不要，那我们看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看几点啊？那边，那边超漂亮的。再吹一下。来录，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抓紧啊！
给我们来自福建的高音，听得很爽快哦。晒黑了，这里是小朋友风筝区。啊，那个超多小风筝的。昨天大大有抱这个美女，风越来越大了。晚上到了，我们一样去逛罗东夜市。那今天就快速拍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带回去民宿吃，好赞哦！连两天逛罗东夜市，把昨天吃不到的东西补齐。今天人比较少哎。哦，终于。你有觉得吗？有，终于不用挤到一个点。对。今天人真的比较少，昨天是整条路都是人，今天应该比较好逛。昨天没吃到的包心粉圆，我们来试看看。我会偷偷往那个。没有。鸡腿多少？面是香菜，下面是九层塔。放在盘子上面就好。特别的，还好九层塔我比那个香菜好。它应该都是用油豆腐包起来的，所以每一口都有油豆腐，然后包着内脏吧，各式各样的内脏。最后一口感觉是香肠。人家真的吗？很香啊，很下酒菜。快加糖。可以啊，来三块就好。我要三块。第一次看到试吃这么多的，这试吃哎，这太扯了吧！来，美女，来，这有你先过来。来，草莓在洗澡，十块很多。刚刚一包一包。再来吃阿赵伯。就是昨天有买过一次了，但是觉得他们出餐很快，然后回去喝那个羊肉汤，里面肉蛮多的，说实在，但是价格85块，我觉得 CP 值还蛮高的。大风说回家吃。对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宜兰东山跟罗东夜市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，然后明天呢我们就回家了。 OK 啊，那以上是今天分享，如果喜欢影片朋友记得那个喜欢，还没订阅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，那我们明天见了，拜拜。